下盘。爸爸忘记叫的虾仁。雪花牛肉，我当年的雪花牛肉。那虾怎么办？我就不会。乌龙面。肉都不吃，不吃啊！等一下再给你吃啊！你们有那么点那么多肉？那才点两个而已啊！你们会吃几个？太大份的，两份大份的肉啊！他可以给我们吗？等一下我吃完，那个吃饱了就会不爽了呗。你不是吃火锅专家？他就是还有石头锅啊！哦，石头锅哦，重点来了哦，了解了。很少吃到石头锅。不是平常都有什么铁的锅子吗？什么？